啊，这家教皇我盖周围，他是我福星哦、喔。嗯，他在他们家吃喝拉撒睡，但有时候会来我们家玩。然后就在我们店外面拉狗大便。嗯，然后呢，我有三四次哦、喔，就像去年春节有三四次，在 Bingo Bingo 我们那彩券叫 Bingo Bingo 加码的时候，然后我捡他的狗大便，捡三四次，嗯，都中大奖。哦，有一次五万，然后两次十万，一次二十万。哇，他的大便这么值，这么真的，然后我就跟他，我就跟他的，你也点一样门啊，看我一堆人，我真的，我就跟他的主人赖呀、啊，我包红包给他呢，有啊，我有包红包给他，结果那天就中十万。嗯、然后 我跟他说捡狗大便有没有？然后我说我要请他吃五谷鸡腿。我每次都跟他讲，波波，你帮我中大奖，我请你吃鸡腿。嗯、结果他这个真的帮我中。